对啊。哎呦，我真的觉得这款游戏真的快被我玩坏掉了。这款游戏真的快要被我玩坏掉了，难道你们不这么觉得吗？我今天这样子一直玩下来，因为高等的我还是可以打掉，除非他们这是超级亲友团。这个游戏要多少钱？450元上下吧，差不多。一个捷克公园，然后一个新角，两个马路奖，然后都没有穿血衣，那应该可以吧？对吧？话说这中文 ID 不能取重复的，所以才叫帅哥啊！我希望不要有看到什么帅哥雪兔，雪兔就只有一位，没有第二位。啊，有啦有啦，月城雪兔啦，他是我哥哥，雪兔是我们家的姓，他的名叫做月城，一遇到雪兔就要拔线，还没吧，Sky J，我爱你雪兔，请跟我交往。先告诉我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我只接受男的，女的我还我女的我现在不行，因为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所以我没办法跟女的交往，我只能跟男朋友，我只能再交一个男朋友了。美女雪兔呢？你需要我去化个妆吗？可是化妆台我到底要找谁啊？谁可以帮我化妆啊？然后技术又超强，小 M 吗？好像可以。这一侧没人，小木屋不是。踩我勾。我刚想。菜哥就是该死啦！菜哥就该死，受不了，妈蛋！哎呦，这个弓没猜到啊！受不了哎，爱猜手贱哦，真是的。他队友还在那边。然后这边有爆炸声，那边有人要过来救他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要去。这个人一定要让他死，好不好？我要让你死。你踩我钩子，你就是嘲讽度100%的，我跟你讲。我从另外一侧救他了。现在目前为止，动静，房间里面那边有一位，他已经被治愈好了。我觉得他根本不期望有人会救，他根本不期望有人会救他。再挂一次喽，再见。我在这。我在这边。不对，不是不在这，确实是在这边。可是他跑掉了，他可以走哪边？无敌点吗？
这里已经不无底了，修好四台。Rise, motherfucker！ 提刀位。这边一台已经修好了，后面这台也修好两台，这一台加上去就变三台，这一台是修到一半。到底在哪啊？这个好难找哦，这次非常隐匿。隐匿归隐匿啦，但我直觉还是有的，还不错。应该会有人来救他，但是是在这个方位来了，一个在这边，另外一个在这边，另外一个应该是来救他的。然后这一位明显应该会走这一条路，可是不能离太远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这心绞的叫声真是有够淫荡，勾音荡，有够勾音荡。另外两个人到底要走哪？受不了哎、欸！他们两个如果联合一起冲过来救的话，那我还真的没法子。好，修好一台了。如果他直接绕路往后面那一台修呢？可能吗？我觉得有可能。至少我可以确定是他们不可能会来修现在这个柱子附近。这么刚好，这么巧，我劝你被我砍过一刀就不要再轻举妄动会比较好一点。啊，好。剩下的那个人会去开发电机，毫无疑问，他不会来这。我等他开发电机。修这一台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好屌，所以他人在这一区了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不大可能啊，这边乌鸦没动啊，这边已经修得快好了，是我已经修这边，这个也快好了，另外一台可能他会跑过去修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可能他已经绕到后面了吧？有声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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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声音。
那没太远，还是说他在等地下道的位置？有这个可能性吗？不是没有，找一下。这还是一样的状态。好，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位。不是跑掉了，找得到。听不到声音呢。哇塞！他有带那个动物的那一个吗？在哪？哎，我真的没一个头绪，哎，到底会在哪里啊？狼客嘞！不在。连那个倒在地板上，我都不知道爬哪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把救起来了。遇见了，相遇了，然后还互相治愈了，真感性。又要来了，重返。巴士站吧。这边好安静。剩下一台，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修掉中间那一台才对。他们一直不敢修欸。哇，真是！对啊，他们完完全不想要去修，是因为我一直在。
刚刚右边有人，哪边？不好意思哦，我眼馋了。你说最后一个发电机还是巴士附近的发电机 ？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好吧，有啦有啦，虽然有延迟，可是告诉我还是大概可以去抓一下他们位置在哪。不行啊，我不能顺到出口外面等他们啊，这边只要有心跳声他们就不敢过来啊。欢迎回来啊。好啦，拜。刚刚是几天啊？所以刚刚到底是哪一个右边啊？都躲在柜子里面也太恶趣味了吧！哎，终于了，这是刚刚那个 skip 哎、欸，连人生都 skip 的人。哦 ，nice。先抓一人，把你丢到地下室了。这后面的一个大门，除非他想要救他。等一下，有那个 ，shit， 我绕一圈了 ，shit， 我是白痴 ，shit， 他等一下就来了。啊，快跑哦！妈的嘞，受不了！另外一个门没意外应该开起来了。如果我们对面那个门先开的话，那就代表说他要救这个人。开这扇门，哦，他在附近吗？没有，那他跑回去了。Motherfucker!
另一个人如果不先去开门的话，就没得玩了。开门了。哇塞！Skip 是 R20的，而且他只带一个看陷阱的那个。对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没办法、啊，我不能先去抓他，就是有各种难处啊，你知道吗？